派遣勤务人员对于辖内民众聚集观潮的地点执行观浪劝离的勤务，在此呼吁民众在台风期间恐有长浪及强风的发生，请不要到海边观浪。另外，如在岸际若发现任何急难事故，请拨打海巡署118报案专线，本署人员将立即前往协助。在花莲基隆海水浴场以及石梯坪风浪。